驾驭百鸟，譬如一心驾驭啊，根本的无分别地，灵起后的方便地，得应万行之车，来到无地也无地的佛果，一心离地有三种殊胜的能力啊。以古来做譬如的，一旦行万的，这个念降不是念降，降服的降，降冤德啊啊！一旦行过一切万坛，哎，你这吃亏退步退让，他的恨就会慢慢的平息。自古以来都是流行一句话：用恨不能止恨嘛，用这个心，你是一定没当解决这个心呢。不可以的，能断恶障啊，所知障，那烦恼障、所知障。第二，端严的，其故作众功的果，哎，一件庄严。第三，运载，这个牛啊可以运载，表示啊嫉妒自他，一出一心离地呀 那么就是全十二字了，怎么样？哎。白牛驾大车，大圣之车，所以给他驾以白牛。肤色冲洁，一心立地，得故万德啊！听清啊，如肤充实，哎，皮肤啊很饱满。三中应金啊，获业苦啊。出祥名叫做发心呐、啊，如色啊洁净。三九三。形体所好啊，譬如有一心起这个观照的法则，正得根本无分别的实相法则，取名法则心体，为这个体起后得的妙用，体用相好，该是清净无漏啊，微妙殊胜啊，有大精力，这只牛真有力量。要譬如讲一心啊，所起这个权势利地啊，助力即恶无不尽啊，让助力先无不完啊，不完啊。那么利他即无生不度，没有一个众生不度，叫做无生不度了啊，能够任重而自远。啊，那惊的波呢，就变个正，变个正。譬如一心所修的大乘止观圆成，止就是定，观就是慧啊，定慧圆成圆满成就，清净的定慧均等，空有边界，即照同时啊，万千不离的一心。又譬如菩萨中道之行啊，不偏空有，离俗不改。立体万用，无地无丢啊，坦言边假啊，这文字都很简单哦，一看呢就知道意思。其疾如风哦，这只牛在造精进啊，譬如心空如太空啊，阔然无所处啊，阔然就是啊没有界限呐、啊，没有界限，阔然没有范围了，无所处，你没有范围，你怎么能就接触呢啊？一切种地，亲像风，有一个空性离气呀，为虚空离气，令片言化改，度化一切众生啊，无着也无碍呀，无功用之行，感应极迅速啊，得有普种啊，离是为止，这是譬如万行为心所属，万行不离一心离气呀。由一心所具足的权势能力啊，既然是牛车一体，所谓地体上的功德，也就是一心离地之破啊，这个普从啊，动破是吧？多者佛以法界种为功德种，法界无量，功德也是无量。由此数这个车的比如，比如诸法实相是如是，其车各讲，也就是如是的体，这第一了是吧？种种的庄严，这就是相。这地大白牛呢，这就是相，这是性德的三环啦，也是众生佛平等净心的体相用的譬如啦。如此起修到完五品呐，圆教五品位，
跟实性位名如是力，慢慢开始产生力了啊，如是作开始有什么执着，那破不明我的佛的地界呢，这名如是因如是缘啊，那到妙觉就是如是果啊，如是报啊。三九是众生先故三法为本，如来修行三法为末，成修虽然无同，具体是无差别啦。名叫做究竟定，所以可知大白牛车人人拢本具足啊，何时要佛来修呢？就是比喻而已啦。佛怎么能够试我们大白牛车呢？啊，佛怎么可以试给我们本性呢？其实是比喻而已，就是你这样依佛陀的教化去修行，你也当地的涅槃的意思，就是好像得到大白牛车。但是因为众生未得，幼力不低啊，三性的修行人要不听到法华以前都不了解啊，一时上的道理啊，三性就是一性，一性就是三性哦，啊，代志本经开显的，就了然三性宽显五性的地主啊，乃至世间万法万行啊，一律无非初心本具的地啊，大白牛车。那么这地白牛车，就譬如天台祖师啊，也各有譬如原教的十性观法，原教三十七德品以及观心顶妙，譬如啊，恐烦不入啊。啊，就是因为太烦啦、啊，太多啦，注解太多啦，好者自行，这个好就是有这方面的喜欢的啦，你自己去找资料，就是好者自行呢，不会像他这好。懂的，咱心性诸清净，诸法为一心嘛，恰体就是正因佛性，平等的净心是。这白牛呢，就了因的慧性，大破这事啊！种种缘故，也就是原因的现行，万行事合处三法，名叫做大白牛车，就是一佛性啊！一切种地是一切众生利有殊无啊，名叫做利一圣一佛圣啊！啊，那么这个是六级佛哈、啊，理级佛。他把他理即佛、名字即佛、观恨即佛、相似即佛、分证即佛、究竟即佛，把他以一佛圣来代替，所以是理一佛圣、名字一佛圣、观恨一佛圣、相似一佛圣、分证一佛圣、究竟一佛圣啊，这理即佛、名字即佛、观恨即佛等等，用这个来代替，就是名利一佛性。现在我们来看六即佛的啊，用这种观念理种子，站在理上来说，众生都有佛的地位。那听的本经，这本法华经灵性性干，名叫做名字一佛圣啊，把它画起来啊。刚刚理一佛圣画一个红线，画一线啊。名字一佛圣也画起来，理即佛，名字即佛，就讲两个了。名字种子，名字种子啊。这高度一旦灵念念观心，就名叫做观恨一佛圣，就是画起来，观恨一佛圣就是观恨种子喽。哎，观恨种子呢？啊，你只要观照，你的智慧就接近跟佛。既然观的心见思啊，心乐六根清净，名相属一佛性，相属的种子久久分修，五六佛的地见，有一四方名分证一佛圣，再画起来。你看，相似一佛圣，这六根清净，悟入佛的知见，就分证一佛圣啊，分证种子，最后。发挥圆满第几道场，名叫做究竟一佛性，究竟一佛，一切种子自行依愿，温度群生啊，真未来者，离了一切有情，是为国师祖注定一代白牛车啊，大白牛车也。我今作八故乡，仪表随喜赞叹，人人有一个白牛车，每个人都有一辆这个白牛车。啊，凡圣含灵啊，本无差啊，凡夫和圣人含着不可思议清净的本性，怎么样？本来是没有什么差别。这东西走细无有分呢、啊，气象偏空不见它。如果、啊、你东征西跑，西找的一直寻找，那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那就是凡夫咯。东西走细就是不在意的，或者是凡夫说只是外道，以细心来说，你找不到见性的。那
如果是二圣人，七相偏空也不见他，你也看不到的。只有怎么样？只有发挥庄严摩诃萨一心满行啊，性殊恰，满行一心无分别啊，涅槃生死定空化。只有满行一心，一心满行，你才能坐到这只车，涅槃生死定空化。在这注意，你这么注意听。咱就来接到这个心心一切辛苦的物件啊，来做一个世间凡夫六道轮回人，或者是讲咱今仔日听到佛法了后，会晓大思想。得一尊佛，唔是看开这个身心，他才能够成大器的。简单讲，你越执着就越贫穷。我们要记住这个法。你讲你咱来听到这个话，你越执着越计较，你就越愈善恰，你的计嘛真歹计，你的执着会痛苦会计较。啊，如果你一直放下，一直扩大我们的胸量，啊胸量，一直放大那胸量，舍到身心性命，当一个觉性的存在，那你是一个大富有的人。自足自归的，没有一个执着的佛。都是大布施、大修、大修行。刚刚讲的是啊，身心到最后结束的生命，你能够回归到清净的涅槃啊，清净的涅槃。这个功夫是很重要的，哎，功夫是很重要的。我们老师以前眼镜都是戴这样子的，功夫都是很重要的。其实挂这个是在修饰，我们老师我刚看到这半年。刚才一半而已，哎，所以每次说了，说了，听得懂吗？这样我看管电影了，哈。395，心等，啊，心平等，说所以吃好，是大中者，就是指佛啦，啊，比喻做佛，啊，在乎无量，种种诸种世界充溢，离作是念。我在物无极啊，太好呀啊！不应以下劣小车以足注定。哎，我这么好呀，未使用这车的车，和我的囝啊，金处有动啊，该是我的囝，爱无偏动啊，无差。啊，我不偏谁，啊，对也阻碍不偏是谁？我又如是七宝的大车，积数无量啊，应当定心各国意志，不宜差别啊。所以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出不就集一国啊，哎，我送给全国的人。有限不愧啊，也是不匮乏啊！我和全国的人都不欠，个何况讲干那只囡啊？啊，这是段经文是说明讲咱这个中者啊，不但富有，你看，而且个这个心啊，也是平等。先说明这个富有，所以个己啊，一冲。哎，自己已经有充足，那么当然话他即讲啊，行善功德尽在心源啊，好既然福本心源啊，未定结果，福慧圆满，所以啊，功德发财无量无极啊，种种的诸种，就法种来讲，也就是三种十二分教。那么就教宗来讲，就是藏通别人四教啊。哎，就行宗来讲，那、啊、也是一心满行。就理宗来讲，就满行一心啊。哦，法藏、教藏、行藏啊，理藏满行一心。那么后呢，主行就是自己修行，自行的对自己的修行呢，已经完满了、啊，记住这四藏。哎，具足这四障，那么名叫做充溢，一处数种来化它，名叫做溢盈啊，盈就是充满呐、啊，啊、哦，充满的意思。离作是念，即不异差别是明心定，
这个譬如众生同居真如净心，以及出世间无留的经济，既然闻这个法起行，即该平等同为佛祖啊，也是应该用平等心、各异大心，不应用干即款下劣修行的或者众生啊。讲那是夫夫离非主啊，啊，或者是讲主离夫病啊，那拢袂当好因啊。老爸若好个，但是毋是家己个囝嘛无好伊个啊，但是是家己个囝，不过老爸精神也嘛无法度呢。三九六，即马老爸有，阁是真正个囝，当然着平等心，予伊大性个。这是正本经开款显示之意之意啊！这头前品所讲的欲以修行化，乃至于一人呐、啊，啊，那我用修行给你度化哦，那、就是讲上少一个，用修行的度化你就好，安尼我就算真健谈嘛，健谈就是不舍，有菩萨道的大乘法，唔施舍，竟然施舍这款修行诶。安尼，我来算健谈嘛，或者算家己健谈是食为不可。当然，这款代志是未使之啦。有同者，比如啊，有这个菩萨的众生，那么初发大心，凡是菩萨，拢会做好啦，所以叫做五祖啊。悲心是不离，是为爱无偏动。七部大车是简单讲是七性杂的七部大车，哎，讲较快嘞。也是表示我们的清净心跟一切种地是积聚万行万德的大白牛车，名叫做一佛性。那么这个处人处性呢，人人有份，我们真幸运，听到佛法我们知道大家都可以做佛，所以应当定心各国意志，大家都有吗？大家都有吗？令众生懂得幸福，改处真如的精心幸福同居啊，幸福同居，福不过开始令其悟入啊，非是有物受益众生，众生自修自得，应该有尽有啊，啊，那有什么缺憾？周集一国者，就是佛啊，在诸比破护一佛化土，破护啊，就是第一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化度就是一尊佛度化的范围，叫做一佛化土啊。所谓五道的众生啊，五道的众生何方诸主？这是指三乘五乘佛的弟子。佛菩萨有缘无缘，一切众生何况无量劫来已经受教化三乘佛的弟子，哪会使讲无开权显示？令懂得清净心，同心佛道呢，所可多者，该以得道；每个多者，以作得道因缘，通修成佛之际，是为周集一果。是名出世啊，中者大慈悲佛啊。讲时时诸主啊，哦，这囡啊，国姓大车，哦，国姓大车啊，得比精有。回本所愿啊，回本所愿就是出乎意料之收获啊！我本来修理性的，佛跟咱讲，咱大家拢会幸福啦，很惊讶，很惊讶啊！三幸福的弟子有求无车者，故惑不得，恐惊家己不得，即卖已经得到，有求为人是要求洋车、落个车，所求到的本来是求这个小车尔。现在求到这个大白牛车，都是出自于本所希望之外的。我只希望十万，结果你一百万给我，一千万给我，怕到，所以得未成就，非本所望。那么，国姓大车者，临别跟我们说，公修公德，不修就不得，不修就不得，非佛令世人大幸福过。文经安尼讲，凡有闻是法。若有人听到《法华经》，这个法一时上的法，无一不成佛。这拢是为闻非，
你去这个思修，修这个离道五菩提二道五菩提，你头前已经讲了啊，菩萨菩萨道圆满，这幸福无疑。所以讲，无天生的色界，自然的迷力啊，迷力的点。讲化成虚实过动力啊，啊，这个三圣啊，这个或者是二圣呢，是方便虚实的，所以啊，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一佛圣的真实宝车呢，别青灯，别青灯，只有佛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这个意思就是说，三圣人都能够得到涅槃，但是这只是方便的暂时。真正的究竟涅槃呢，别为佛一人，只有佛一个人。那边说没有虚妄的比喻，说下利佛以你因佛是中家定，以主主顶部带车，另有希望后，下利佛言不亚世尊是中家但令主主得免灰难，转机苦命，非为希望悔过，若转心命，便为一滴完好之故，何况方便一臂飞梯，而不接之。世尊，若是中者，乃至不以最小一切，犹不希望悔过。是中者先作示意，我以方便令主得出啦，于是一年不希望啊。不希望何况中者自知财富无量，欲教业诸主定义代车，复古下利佛，现在如你所说的这段意思 最主要就是说这并没有虚妄啊。那是中者乃至无可以上个小一只车，伊嘛无算希望啊。为什么呢？因为中者的意思啊，是方便要让因出来尔。哦，所以伊只是因缘，伊无希望啊，出来，佮予伊上好的物件，你袂使讲无予伊三车，伊是希望，无伊只是上天要佮引导出来，三性法嘛是同款，上天要引导伊跳出三界，跳出三界，最后佮伊修其成佛。这一段文，譬如曹景品所讲的，立定当信解佛之所说，言不希望。先问这处啊，先问处处答。那么后边的结谈无望，佛问另有希望哟。哎，这是指中者。哎，一开始问准三架车，哎，大家走出来了，无予伊三架车，说属于上界好的，一人一架大架车。哎，是不是头前相违呢？是不是希望呢？啊，虚妄妄语呢？下头答。凡称希望之事是无义，你又损一人呐、啊！即马中者对这个囡仔呢，既然有义，你无损啊，当然啊，无算希望啊。免呢就是贺脱去，哎，就是贺免脱去啊，会当脱离三界，免这个灰难，转机苦命，就是了这个。分段的生死心啊，得到发性心啊，啊，既然杀这个见思烦恼差啊，你的安全啊，安全之位，世间啊，好佚佗的那完好，无有等于生命，你发性慧命啊，搁等于世间的生命，即嘛这个彻底命转啊，彻底是烦恼啊，命转就是化身慧命啊。啊，所以拔出今天三界慧体，得到发性心呐、啊，便是已经得到唯一啊，完好快乐之故，无希望呀。搁再讲，中者本来意思，成就时机啦。啊，这就是方便。你讲三车这三性法，目的是拔出诸子出离三界，令同成佛啦。所以诸子虽然不得这三界，也无违背着伊的意思，伊无有希望啊。为什么呢？因为伊属于上界大乘一佛性啊。所以啊，这就是佛的本怀，有超过诸子所希望，免来使讲希望呢。即嘛，譬如佛今以法华回向，开权显示，回三归，无予伊修行的涅槃，是不该过去劝说三心啊。何况
或是为了一时上这么方便来说三心的权、啊、那么一开始说权到最后佛已经要入涅槃就应该说涅槃实相佛法的思想、啊、这是应机施教的因缘、啊、开始是无希望的过失、啊、最后佛的结谈下的佛所答的现在、啊哎、答回答得很好、啊、恰当不过、啊、可以唱佛的啊，这本怀一旦解释众生的义业，呀、啊，一旦下众生的根基，也下佛的力，该不希望啊，太好了哦。下面啊，下、啊、合这个法，下的佛如来也好如是，哎，佛嘛是安尼呢？即为一切世间之父，以诸报为啊衰老忧患，无明暗蔽。应尽不移，理识成就无量的地界，列佛的实质力了，是无所谓，是无所谓，有大心力、甲智慧力，极足方便，智慧不如比，大慈大悲，上无海关，恒久善事，利益一切，一切世间呢，这是参参头前讲的讲啊。国义聚落啦啊！这是三界内正正觉的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啊！佛将众生每一个众生都当作自己的囡仔，所以称作佛佛下这个中者部位呢，这是指佛跟菩萨所得五部位，五种没有部位的心。第一个不活位，还要加一个无啊，无不活位。第二个。无恶名位，第三无死位，第四个无恶气位，第五个无却众位。啊，你们打开1182啊，1182页。1182，啊，182前面算来第五行倒数第二个字。五种部位，第一无不活位，无不活位啊，意思讲伊着紧清净，净得入即个别教初地、原教的初祖，净得上主法身，得到清净的慧命。随缘的化身，随伊的愿力，伊要得到化身，都有法度，会当定定拄着佛，所以啊，无不活位。哎，不活位啊！要不入这个初地菩萨呢？就亲像啊，破去的船啊，家己袂当渡，变来当渡众生呢？啊，比如讲伊小块小汤啊，破一大地啊，哎，粗小块为羊啊，但是后来佫结冰啊，烦恼要袂除啊，无拄着佛，家己袂当渡，变来渡众生呢，没有实处。所以华严经讲，菩萨得欢喜地，所有的部位拢爱拢改弯的。定地菩萨离我上五集过啊，也无贪这个身躯，何况所用的物件呢？是讲无不活位啊，无不活位。那、啊、么这个不活，就是说啊，没有活不成的。哎，有烦恼你就活不成，那么没有烦恼吗？为什么六根清净吗？第二，没有恶名，为什么没有恶名？他不造恶，当然没有恶名啊。菩萨为什么？我怎么能够没有恶名呢？哎，不希求供众生来恭敬他。哎，菩萨伊牺牲伊一切，伊也不是讲众生的有啊。你那有求，你当然你就唔好啊。有求就是照做嘛。哦，你为本性自然流露出来，你就是向你伟大，向你有德行，人家你赞叹是自然的物件。但是菩萨的心伊无安尼求啊，求讲你来护持我，爱恭敬供养我，伊唔捌安尼想啊。凡有所行，该利益众生啊！伊所做的代志，拢是要利益众生啊！啊，名称普文呐、啊，名称普文的意思是讲，德行真好，人人赞叹的意思啦。名称普文呢、啊，啊，大家拢会当听到伊的名哦，听到伊这个话好，哇，大家拢真赞叹。果无恶名，你没有恶名啊，无所求，他怎么会造恶呢？第三呢，无死位，哎，为什么呢？未死啊！菩萨已经证得上主法身。本无生死来去啊！既然离这个五根无我相，伊免有生死相呢，所以啊，无的伊也袂惊死啊。第四，伊也袂对恶道啊。菩萨做事念，也我若死了，所生的已经见得诸佛啦，也无对着恶道啊。
所以菩萨啊，立劫千金啊，弘誓诸佛啊，修诸善法，远离三毒啊，除了用大悲愿力啊，悉心恶道方便度化众生以外，也无得，也无恶道的业因啊，决定无恶道的果报之可畏啊。第五，无大众的威德威啊，啊，也是不怕在大众里面出现啊，哎，出现啊，菩萨的悲地行观，唯有愚等呐、啊，啊，所以就能够胜他。在大众面前他绝对无畏，所以无大众的威德可畏。好，翻回来啊，这样就解释更加清楚哈。所以说啊，啊，老病死，这是衰老啊，在心啊为忧啊，在书叫做烦啊，十二年所起的血业苦，它根本就是无明砍掉的啊，起来金三世不了十二一年，也就是无明暗蔽，蔽就是隐秘啊，啊被遮住，有正力来断这个邪，哎，正这个无声的力断这个见识的惑啊，或者是断这个法执的惑，永尽无余啊，也就是二死永亡，分断生死跟变异生死啊，五住烦恼啊，这不得讲几十摆去啊，以上显佛断的。圆满成就无量的地见，也就是宽悉利地显佛地的圆满，力就是十力，无所谓是数无所谓，六通的十八变名大神力啊，由这个根本智厚德起这个厚德智啊，就是说悟到空性以后，可以在种种的缘起法里面圆融，叫做由根本智起这个厚德智，名叫做地慧力。哎，简单讲，要学得一颗自在的心、解脱的心、无所住的心，那么你就处处都是圆满，缘起法里面都没有办法障碍你。哎，厚德智，哎，名叫做智慧力，以上啊，显佛的因德圆满，所以当以种种方便化度众生，具足方便波罗蜜，是为福德庄严；具足智慧波罗蜜，是为智慧庄严。这理力啊，理庄严啊，理力的大神通力、智慧力。大神通力、大智慧力，就是恶力。恶言呢，福慧恶言。下观顶的财富无量，得诸田宅啊，动魄。我大慈大悲，就是无言慈，动体悲啊。无言慈就是没有条件的慈，同体悲，你我都是同一个本性，同一个本体啊。下佛心者，大慈悲是上无海观啊。何故三德圆满，尽未来者利益有情，念念相续，没有间断；心求意业，没有疲害厌倦啊！恒久善事，利益一切者，就是因彼救法界众生，皆令诸恶莫作，众生奉行诸敬之意啊！以上下佛的三德圆满，万行皆彼，即为救法界众生所归用。哎，堪称一切世间之父啊！下面讲你生三界修果毁体，哎，小就个烂掉啊！迄间厝内面烂面烂，就是要倒要倒啊！啊，所以这个是下一个居家公代，就是化作众生啊，也无安啊无常的三界为家体啊，或者诸比本源所属。也生出三界火体说法教化令得出离啊，这完全是抱着我不如地狱，什么人要入地狱的精神，离是生这个我作的世间啊。为了度众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无痴暗蔽三毒之慧，这是下头前啊啊，譬如化众，也是我道的众生，以及未出三界三乘佛的弟子。拢有分段生死之苦，也有无明甲贪嗔痴三毒的烦恼。忽然为着要度三界众生的生死因果，对吧？哎，所以断十二因缘的骨气的经济，啊啊，就无三世三种迷失，只是只就是因呢、啊，只是的因为最根本的只是的无明就是维系的因，维系的就是业相、转向跟现象啊。也无伫个外境暗蔽，只虚为实，就是粗糙的，粗糙的。嗯，那么这五六出的果实无明，果实就是这个色身现出来了，
正义恶报显现出来了，那么当然就是六出了。哎，正义恶报没有显现，那么都是在维系的境界里面，这个是三系。那么已经显现出了六出了，就是志相、相续相、直起相、即明志相、企业相、业系苦相。哎，刚才咱伫即个大乘起信论呐，咱已经讲过足详细啊。啊，如此断敌诸个无明啊，因地上叫做止。哎，便可了脱啊，十二年三世啊，六初的众生相，也就是无无明三毒的火伫咧烧啊。当然是出世间清凉解脱的人，生老病死世上千流不足啊！啊，简单讲啊，下面讲众生随业受报，你有现诸时的这个果报体，咱这个作业啊，随业的受报，所以咱有这个果报啊，各有其知识才能啊，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有这个常识啊，以及家属啊。那么家亲惯孝啊，到这个命尽啊，树归乌有，突然叫做树，突然的对。所以啊，一朝无常得啊，风地万里林啊，万般带不去的唯有业随心。哎，你来无常一到，你亲像咧做梦安尼啊，什么拢炸未去啊？炸啥？炸你的业去啊！既然随咱这个业的转世，因为也无宿命地啊，宿命地就是啊，唔知顶世人是啥物啊，未当想着顶世人是啥，过去所做的善恶业拢唔知啊，但是拢藏伫八识当中啊，即马随业来受报生轮回不停啊，受诸苦恼啊，命叫做生苦，生苦了众苦，所以无生就无众苦啊，变来忧心就必忧恼，到年老，哎，六根就衰败啊，啊这。啊，无去啊，到尾啊，就用高接机啊。我咧想哦，后摆我都要用高接机啊，一定要用高接机啊。哦，啊，你喙齿啊，拢会规排当摕起来。透早咱咧洗喙齿的时候，那咳嗽啊，问讲啊，我洗喙的时候，拢继续咳嗽啊。哎，我你那遐高，啊，都假呀，喙齿假呀。那洗喙齿那咳嗽啊，讲你看遐高咧，啊，哎，规排拢假呀，嘿呀，也无法度啊。是不是這樣，老了都是這樣、所以寝食不安、連吃也沒辦法，睡也沒辦法，到腦水腦神經水流，行動也不自由、本來兩支腳、變三支腳，出一支拐，到後來變四支腳，出兩支、是老苦啊，腦不一定是破病病，也不一定是腦，可是腦病傷風為炎，一旦宿題不調，大病小病生，心心苦恼，是命病苦啊！我甲注意讲啊，食素食的人啊，你身体你着顾好伊好势啊，顾好伊好势啊。到甲身体啊，无害己要顾，你是袂富啊，你是袂富啊。像书就是一个礼啊，较早拢会家己的看法啦、啊。人家讲安尼叫做修行啊，也毋过是病到到底要去恢复哦，就足困难，足困难。所以啊，有时啊。用这中药听咧听咧哦，听咧听咧，较袂怎叫听呀？无歹啊，正经啊！我若安尼共讲吼，人有时啊拢袂相信我的话啊。啊，就等下伊病苦病啊，真严重哦。咱人哦，上个重要就是根啊，根 root 啊。你这个身体啊，有打基础的根，对呀，油啦、饮食啊、睡眠啊、营养啊、情绪啊，调饮食、调睡眠、调情绪、调运动。对不对？哎，弄我就平衡，当然不吼，病苦就来。我们呢，称病叫做魔，叫做病魔，病魔。你真搞风邪，你的风一吹，你就掉邪。风一来，你就中邪，风邪十八，哎，对不对啊？你看哈，哎，三支雨伞飘啊。我先生砍柴去，我儿子当兵去，对吧哈？身心苦恼视为病苦，老病相催啊，夜报寂静，宿在昏迷啊，风刀解体，人要死的时候呢，就是倒咧挂呢，倒咧挂，命里惯小，要从啥？
插在听边要从啥，靠靠休休去要从啥，因当时啊也无要念佛，也嘛无要教伊后生念佛啦。吼、哦、啊，囝查某囝无要教因老爸老母念佛，那就是时间到都无效啊！一切捐弃为人生最大的悲痛，是名死苦啊，死苦啊啊！众生在生的时阵，种种的追求，哎，你个看麦，未得，免不求就求个得，求个得啊！啊，有诶物件唔放，唔放啊！哈、啊，记得幻思啊，幻就是怕，虽然得着生忧啊，若失生悲啊，啊啊，若得就产生忧啊，怕失去嘛，若失去就产生悲哀啊，心忧心悲啊，很不自在。啊，很不自在。那么这个都爱这不合乎的人来的怎样？所以讲，你看很不自在。这条歌，哎，所以我讲有一条歌有开悟的，开悟的人唱的，就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这开悟的人唱的，这正经的二十四点钟，忧愁围绕着我嘛，就是安尼。哎，真是大彻大悟的人在唱的呐，啊。所以很不自在是为苦恼，苦恼。那你的情况，你情况，那个歌星、影星，那么真苦恼，你敢知呀？众星看到伊就起哇起呀，签名，到今嘛也无人来叫我签名，都差真济，都是差真济啊！呢啊，真是无法度。啊，阮都较无这款困扰，好、哦、困扰。哦，你也看电视的报告。那个国中生呢、啊，高中生拢是小女孩，小女孩。出来那起笑啊，那起笑啊，哎，为之倾倒啊，哦，惊死人！哎，不爱江山啊，爱俊男。正经诶，所以讲我这个也是很苦了哈，很不自在，是为苦恼啊。无量寿经来讲，讲世间的人无禅房，无出地。就想讲要有，安尼嘛是烦恼呢。无，伊就想讲要有，伊若有禅房处体，伊就想要永远甲保持掉的，嘛是真痛苦呢。哦，这挂青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好好的面，好好的面，啊，就一直要甲挂啊，一直要甲挂啊，规工就闲啊，规工就闲，规工就闲啊，闲闲啊，比别叫啊，啊，到五十岁已经是老啊，面皮裂开，希望再保持继续啊，保持去。规身躯看看，这已经粒啥粒粒干安尼，拢无一关来挂倒一领，挂屁股的肉起来补啊！挂屁股的肉，正经甲你讲有啊，你唔相信？保守而已啊，五欲财力啊，拢是同款啦。令人忧悲苦恼啊！众生在三界生死灰体，唔在为苦，是为愚痴啊，暗蔽以痴故，所以贪求啊啊，那么五欲财力啊。贪未到，会产生嗔恨心，是为三毒之慧。如来啊，所以实现应化身啊，以三界者，就是为度众生啊，啊，出处慧体，了脱生死啊，懂得成佛啊，啊，出为佛，以一代数因缘出现一世之殊啊，无别殊。401啊，倒数第二行，讲教化。令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下唯有一门啊。那比如就是啊，化法啦、啊，唯有一佛性，无二也无三，度佛了方便说，应得一众生啊。教化即该出入无相正定正觉，讲见诸众生为生恼病死，忧悲苦恼之所受主，也以五欲在力故。受种种的苦，由于贪着追求过这四字，这四字啊，你甲危险，贪着追求，为什么画起来？所有的苦拢是为这四字来。啊，各位，现受众苦，今嘛你都爱受苦。金刚经咧讲啥？讲有求有苦。师父的人咧讲，金刚经咧讲啥？讲有求有苦，你有求你就有苦，你无求就快乐嘛。我安分守己，上我的班，吃我的饭、哦、其他时间安住在佛法清凉，应求忏悔，拜佛念佛求生，哎，也不闲坐哦，不关照。
因为你若贪著追求，你是十分爱痛苦的，对。也简单讲，世间人讲追求快乐，实在讲，简单讲，就是伊就是咧追求痛苦。那修修地界，畜生五鬼之苦，欲生天上甲人间啊，啊，善恰困苦。哦，那我会使做拍一篇电影咯，哈，哎。爱别离苦，万境悔苦。如是等种种的诸苦，众生吼，活在其中啊，欢喜游戏啊，不觉不知啊，啊，不惊不怖，也不生厌离啊，不求解脱。众生就是安尼。我讲佛祖世尊的讲话是重调不起，达故为拢真真见血。一处三界飞铁啊，东西驰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啊都唔捌啦，未晓钱啦。虽然遮不得大苦，咱即马的身心都是苦的，不以为患，习惯啦。刚才一只扁兽，扁兽糖，伫个扁兽内面离开遐屎甲尿，伊都袂活。咱即马众生就是安尼，离开遮名利啊，伊都袂活。哎、欸，你叫莫追求，莫迄款的，伊放袂下，伊就一定爱追求，一定爱追求。舍利弗，佛见此意，便作是念：我为众生之父。应拔其苦难，以无量无边佛的智慧啊！哎，无量无边佛智慧乐，令其游戏。这是下头前啊啊！譬如中者见到四周的火拢烧起，成功所悲哀的代志，后来才起这个大悲心。见者方便品讲：我以佛眼见哎，观之八苦高坚呢，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啊，求不得五阴炽盛啊，八苦啊！就下四面晦气，五欲的财力就色声香味触五欲之乐，因为以非财力不能满足乐。一般的人以无五欲之乐，也就是无人生的幸福，所以日夜行勤种种的贪着，贪未着不得手段，不得手段，一定要追求达到目的，因为贪求的作业。现主是爱受苦，以受苦的求乐，苦了了后就无尽啦，乐终不可得啦。所以你唔能遐讲，用作业的手段去追求快乐，绝对痛苦。你得平常心看，知足心，你就是快乐。有地位，你就快乐。哎，所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那一些不花一毛钱就懂得生命的人。也是世间上界快乐的人，唔免用到一个人得当得到快乐的人，迄个世间上富有的人，因为他不要花钱，人生所需要的不出衣食住行啊，娱乐啊，所欠所不足的便是人生的苦事啊！啊，咱唔知道人生的苦，拢是因为啊衣食顶离无财离而离生啊。俗句话伫咧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啊，食亡。确实是如此，众生随缘的修波罗僧罗遍数之苦，这是不得已无可避免的苦啊！因那是即世的人生死苦中，佮继续来追求五欲六尘的这个财力，苦上加苦，这是不是大无耻呢？世间的代志不如意十之八九啊，求之不得啊！佮起种种的贪嗔痴的烦恼，造得种种的杀得淫妄的罪业，终不可得啊！啊，无福德先见的因缘果，虽然暂得，真紧就失啊！啊、哦，虽然得离不失啊，啊离不失啊，但是呢，报尽命中啊，你是空手去见阎罗王啊，啊那个审判你的三途受苦报啊，岂不悲哀呢？那么善恰困苦，只是在咱人间啊，爱别离苦，万境非苦，同于人天啊，而且人天拢五阴七性的苦。啊，如上的八苦，欲界受苦的别相，也佮三种种种同于三界之苦，得苦苦。你人佮三恶道所受显着的苦，就是心心啊逼迫啊逼迫，如亲像火咧烧安尼。第二坏苦啊坏苦，哎、啊，就到最后一定会坏就对啦。人以及诸天所受的福禄啊，转眼成空。不尽乐坏定山啊，终归一空。第三行苦，三界众生五阴心心念念牵流，无常变异不能做主啊，是为行苦。你也想想啊，八苦三苦顶无量苦，众生拢沉伫其中啊，为着贪嗔痴所看，还佫以苦为乐，众生拢是安尼。
你讲哦，对面遐欢喜呀，啊，游戏呀，我拢定个信都讲，你即摆要从啥？我要来大力行行，我啊行行要从啥？啊，要来忠孝市场食食食食碗蚵仔面线，啊，食食要从啥？啊，要来拍电动，完结果从啥？要看电影，我拢问伊讲，计想要从啥？啊，食食忝忝着等下爱困啊，忝着等下爱困啊，因咧嘛是啊，啊忝着食食困，明仔载放出来啥？嘛是安尼啊，嘛是安尼啊，啊明仔载去你讲啥？我追求啊。啊，奥利呢？赶快给我安尼啊！对，所以是重复就是一种轮回。师父照着跟您讲，重复就是一种轮回，取舍之间动念就是轮回，取舍之间动念它就是轮回。哎，众生的过那个无聊的生命，哎，人类修行一个讲一个讲踢球，哎，既不觉得是苦，所以也不惊其苦果。也不报其苦因，没有厌离三界毁灭之心，更无求出三界之念。临机六道轮回，所以讲伫三界毁灭，当须持咒。虽然食尽苦头呢，不以为患。就亲像饮酒醉的人，声声拢讲我无醉啦，哎，我无醉啦。小酒我不要啉，即世的人啊，荤啊、酒啊、酒啊、嫖，没有问题。如来既见众生苦。啊，你有所比之事，所以不忍众生苦，缘起啊大悲心，因此啊变作是念，我基于一切众生的大慈悲护，你应大悲平等，用种种的方法，安怎说法教化，不敌三界六道所有众生的苦，一同大慈意乐，心轮现通，现即个行动，口轮说法，意轮观机啊。因为核心得到者，即向核心里说法，另一切众生拢会当归信三宝。啊，咱明仔载特别办皈依啊！老兄，恁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拜托伊叫伊做一摆来，拜托叫伊做一摆来。积恶行善，吸收人天性，吸收心门妄觉性，吸收大乘菩萨性。毕竟，拢令其得到甲成佛啦，具足无量无边佛的智慧，证得大涅槃究竟。上路也是地基道场，由于四方不敌化成动归波数，是名令的令其游戏。下面这段甲讲完了一点仔尔啊，舍利弗，如来复复作是念：如果等你心力以及智慧力，下一方便为之众生赞如来之见力，无所谓者，众生不能依时得到。如来之见遐尼深，众生无法度，所以者何时之众生？无法度免伫这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你为三界毁灭所修，免来当了解佛的智慧呢？这是下佛啊，准备宁就是准备啊，佛宁佛准备以大圣化之不得。但一心力个智慧力，下头前的心手有力，也下佛的慈悲，诸心令依乐啊，一比的手会当拔众生的苦。如来啊，低见下衣格成花。啊，用这个三机来行这个灰灰呢，就比如低根苗好，你无所谓下这个基案，就是谢地刀啊，叫做基大个桌子叫做案，就是大用啊，谢地刀啊，谢地用大地刀啊，大用啊。但是因为发大机小，实相的发真大，唔过呢众生的根基太小，离下方便的三性法，众生不堪嘛、啊，啊众生不堪嘛、啊，所以讲啊众生啊不能以喜得多。为什么说法发大机小不堪呢？因为三界六道五浊的众生，也未脱离分段生死，也未出三界毁灭，也搁伫个受烧、受痛，住伫个血业苦的酸恶之中啊，只求脱苦，无求佛果，无求佛果啊！之意拢会当承受了解佛不可思议的智慧之门，这是下唯有一门，但是搁真少，就是未当接受同一成佛。同一精神的大乘平等法门啊，文字都不困难啊，所以我们念一念啊就可以了，了解就好。今天呢、啊、打扰了大家数分钟，对不起。好，那明天我们再继续上法华经。好，今天我们到此结束啊，明天呢、啊、皈依下课。